这就是一个秘密，就藏在我的心底，深呼吸，不需要刻意。当我迷失阴雨，它会照亮我前行，告诉我点燃火的是自己，教会我燃烧汗水去代替泪的痕迹。火苗燃起在淡然，索性别轻易说了放弃，尽管暂时无光明，我仍然坚挺双臂。维哥，哎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你放心吧，交给我，我一会儿就到啊。好，雷哥，拜拜。谁呀？还记得我给你提过我帮他看摊那大哥吗？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大活，如果这个大活完成了的话，全红安所有的餐馆随便你挑。真的？我还能骗你啊？你不信我？我信你，我信你。信我去把账结。又是我，老板，我烤肠不要了。哎，都走那么久了，这是要去哪儿？这什么地儿啊？你别问了，马上就到了。哎，一会儿到了别乱说话。找谁呀、啊？找韩天。哟，来了。是谁啊？我同学。我让你叫人了吗？门口等着，你进来。门在。龙哥，人给你带来了。招呼啊，龙哥。哥说找一机灵的，我就把他带来了。以前干过吗？之前跟我混过一段时间，人还算踏实。那也挺小啊，多大了？学生。19了。年轻好，体力好，有干劲儿。很大心看着你、啊。哎，听见了吗？跟龙哥好好干，
龙哥都是做大事儿。嗯。过几天有批货过来，带上他，不会亏待你们的。好嘞，龙哥。他们找你什么事儿？别过去了。哎，以后别跟那帮人来往，你别来这儿，因为他们都不像好人。我说真的啊。黄楠，今天不是我生日。也不是我们生日啊，给女人送件皮衣是几个意思啊？丹哥，我这件好像不是皮的，人造革的呀，让人骗了。在哪儿买的呀？在哪儿买的？有病啊你啊！你有病吧？吓人倒怪你这出。你这哪儿来的哥？我一学生，在外边非得要做点小生意，不好好学习就想跟他爸对着干。我想让他回学校学习，支持他的生意，贿赂他。那我知道了，跟你对着干那小子是吧？哎，是他，南哥是他来，南哥告诉我是他吗？南哥，你们还认识啊？瞎说，不是。哥，我之前给人看过摊儿，你这可能是码头来的货，有点像洋垃圾。说白了，别人穿旧的，翻新拿过来再卖，这挺严重的，这算走私。你这学生缺钱吗？高三了还天天在外面晃，你跟你的学生说说，他要是真有困难，就直接跟你说，别回头在外面让人给骗了。南哥，给我一天时间，就一天，我把这钱给你要回来。南哥，真的，我不能告诉南哥一天。他怎么这么奇怪啊？今天他怎么了？这是喜欢个姑娘，没结婚呗？那我得劝劝他，让他正常点行不行？我尽量。走了，哥。喂，爸，到家了吗？刚到楼下。还没吃饭吧？我一会儿点个外卖就行。别点了，刚给你妈打过电话，是不是好久没吃过妈妈做的饭了？她今天在厨房里炖汤，你一会儿回去啊，多喝点，让她高兴高兴。行，那我先挂了。妈，妈，汤扑出来了，我把火给关了。对了，小雨儿，放在这儿的几张 CD 呢？哦，我拿去听了。现在在哪儿？在学校呢，我明天就拿回来。以后进这个房间，拿任何东西都要跟我说一声。啊。
小严。哎，爸。你怎么一个人坐这儿了？我要下来透透气。吃晚饭了吗？你妈没做饭。做了，炖了汤，但全都洒了。你言多了，你妈还没有从那件事里走出来，她有时候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没有多余的能量来照顾人，你可别怪她。你知道吗，儿子，我每次下班回家之前都要在这儿坐上一坐，放放空，透透气。没想到今天你抢了我的位置。你妈这个人啊，性格一直都是这样，遇见事情容易走不出来，因为她比较敏感，尤其对痛苦格外的强烈。上次那么难，还是你哥哥12岁的时候，病情出现恶化，爱因斯坦畸形，罕见的小儿心脏重症，妈就小心翼翼地照顾他，不知道付出了多少时间和心力，把他捧到手心里，呵护着他长大。怎么还不出来？6个小时的手术咱们都做过，这很正常，一定会没问题的，坐着等吧。这句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他说他期待命运中真的有股力量能够让手术成功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他愿意用他的一切来交换。一个学医的，那时候就盼着妈妈喝水，天上真的有神明出现。段主任，放心吧，很成功。谢谢谢谢，不客气谢谢不客气。小燕，来，爸爸抱。你哥的命是我们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，其实那个时候都已经耗了你妈很大的精力，我们以为最难的关口都已经过了，一切都熬过去了。爸爸知道你从小就心里委屈，觉得我和你妈更疼小峰，忽略了你。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你和你哥都是妈妈和爸爸最爱的孩子，没有区别。只是小峰遭受的太多，在心里，我们总是想
想弥补过来，这个你能理解吗？事情已经过去了，生活还得继续，跟爸爸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每次坐到这儿，都莫名的伤感。以后我再也不坐这儿，你也不许坐这儿了。嗯，好。跟爸爸回家，爸做你最爱吃的大卤面，好不好？这个也说过吧，你还得要再重温一遍，还有什么一定要找到自己的解题思路。嗯，但不怪你啊，我也经常犯这样的错误。不亲，老师，我再看看。嗯，我在码头看见你们班的那个小孩了，跟几个混混在一块儿，不知道在干嘛呢。最近查走私查的紧，你要不要问问他？嗨，哥，我有用吧？王放最近在干嘛？我不知道。说实话，你们俩关系这么好。前几天他带我去一个奇怪的地方，然后他说要跟那帮人干一票大，我劝他别去，因为那帮人看起来不像什么好人，但他说就想赚钱。你这有可能是马头赖货，有点像洋垃圾，这算走私。前几天有几个小子因为这事抓你吗？你给他打一电话，问问他现在在哪儿。我知道你带电话，你打。喂，王芳，你在哪儿？干嘛？我在码头呢，我还有事儿，晚点说啊，先挂了。哎，不，不是，我再打一个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他在码头，也没说干什么就关机了。行了，你收拾回去吧，我去找他。老师，我跟你一块儿。你别去，人多了麻烦。听我的，我找出来给你发消息，好吗？
哎，哥，哥，东港你去了吗？去了。南港那边呢？没有。是没去啊，还是没找着人啊？没找着。那说清楚了呀，最后一个码头了。看看吧。走。哎，师傅，我想找个人啊，随便找，随便找啊，啊，起开，起开，快快快，走走，快点啊，别拖拖拉拉的，快啊！哎，您好，我找个人。嘿，大姐，您是这儿负责人吧？我想找个人。等，忙，怎么了？这都是有毛病。哎，兄弟，我找个人，咱们这儿有没有那个高高大大的一个白的很白的小伙子？我们这里哪个不高不大不白的？动作快点啊，手脚麻利呀！啊，快，快点来，忙起来！这些也放里边。对。东西都放一下啊，例行检查。哎，箱子打开看一下。好嘞。黄峰，都别干了，都停啊。你怎么来了？这个。你搬的什么东西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问你这箱子里是什么东西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例行检查，把箱子打开。这得经过我们老板。打开。这破生蚝，我们俩找了你一晚上，你要干嘛呀？嗯，我哥成天为了你，不是受伤，再不就买你那个旧皮衣，完了你还不好好学习，你要干嘛呀？你要上天呢？这真是给你点脸了，你信不信我揍你？你信吗？我问你话呢，你信吗？我问你话呢，你信？还是个学生，我老师在这儿，你不能把我怎么样。哥，我能出去冷静一下吗？皮衣怎么不卖了？不干了，早看出他们不是好人。你很聪明，识时务。我刚才有点紧张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判断很准确。知道什么叫机会成本吗？什么意思？机会成本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你要选择捞鱼，就必然要放弃熊掌，所以，简单的说，你选择去搬生蚝，高考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会放弃十分。当然我知道，你不会在乎高考。但是你要认真的想一想，你今天去搬生蚝，
前一段时间去买旧皮衣，东一榔头西一棒槌，挣些小钱。别忘了你的根本目的，你不是为了摆脱你爸，而是要超越他。可你现在这样，你不但超越不了他，你可能会把自己也搭进去。因为你身无所长，所以你干的事儿都不会长久，机会成本太大了。王芳，听我一句，好好读书，考大学，找准一条路，一直往前走。做男人就要往前看。那你觉得我现在还有机会吗？重要的不是我觉得，而是你的选择。红毛在外面，你别碰到他。老师好。等。请留步。你们这 pose 为我摆的啊？不然呢？说说，什么事儿？我今晚七点半会准时参加你的补习课。准时是七点。抱歉。那你的兄弟们都来吗？当然，我王放说到做到，大丈夫一言既出。谢谢。等一下，我没说完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说。驷马难追，我这一年的命就交给你了。我们也一样。哇，多谢，多谢。这下我算是把全班都给你凑齐了吧？并不是。交给我，不急。欢迎魔童归来。拜见观音菩萨。张老师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，我为高远而来。你先高抬贵臀吧你。他怎么了？哎呀，高远啊，是这班里边我最大的一块心病。他现在什么状态？他现在的状态就是不在状态。每天肉身来了，魂魄不在，上上课就睡过去了。这马上就要高考了，这怎么行呢？你得给他点时间。那问题是没时间了，快要高考了。从心理学上讲啊，在面临失去至亲的这种伤痛呢，大概需要三个阶段：第一，接受事实；第二，处理伤痛；第三，适应失去至亲之后的生活。但是呢，往往根据双方依恋程度的不同，能走出来的时间也不一样。但不管怎么着，都得经历这三个阶段，才能回归正常人的生活。所以现在你跟高远说啊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你怎么还不能恢复好啊？是没有用的。而且啊，在面临这么巨大的伤痛的时候，还有一种，就是他们表现得没有那么难过，也没有那么的悲伤，但这种人往往更难走出来。
那说说，为什么叫白娟？我那天心情不太好。现在好了吗？好了。那你跟我说说那天为什么心情不好。老师您就别问了吧，您再问我心情应该又不好了。你有空可以多关心关心其他同学，我会努力的。那我怎么才能看出来他好点了呢？简单的说，他能主动的提起，或者说我们询问的时候明显的能感觉到他没有那么难过了，这时候就差不多了。出了这个事儿之后，我听说高远他妈其实情绪一直没有走出来，高远能回到学校对他来讲是一件好事儿，可是现在你要求他马上就投入到学习当中，有点勉为其难了。高老师，如何面对失去，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考验。小峰，你离开有些日子了，妈妈总是骗自己，就当你去上大学了。我们小峰总是很忙，忙着上课，忙着做实验，忙着写论文，假期也要跑去医院实习，没法回家。妈妈会想得很细，七点起床了，八点吃完了饭去实验室，小白鼠胖了还是瘦了，今天用的手术刀
是什么型号的。想得越仔细，你还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错觉就越真实，妈妈也就没那么难受了。睡不着的时候，我把你小时候的相册找出来，每张照片都看了一遍。那么多年过去了，光看这些照片，我都能想起当年拍照的心情。你那个时候总说，出院了一定要去一次游乐场。我们在游乐场门口拍的那张合影，你还是小小的，我搂着你，我们多么幸福啊。小峰啊，今天妈妈煲了你最爱喝的猪骨汤，结果全洒了。妈妈真是没用，连你最爱喝的汤都煲不好。今天路过了你小时候最爱去的那家蛋糕店，店就要拆迁了，我进去买了两块蛋糕，还是你小时候的那个味道。小峰，每次你吃的时候总把蛋糕上的草莓先给妈妈吃。妈妈近来常把小远当成你，她和你越来越像了，妈妈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。小峰，如果你还在该多好啊。怎么在家里烧起东西来了，多危险呀。要不是小远正好回家，整个家都烧没了，将来我们住哪儿？我回来的时候地上一地的水纸灰，小远就躺在那上面一动不动的。我跟他说话呢，他也不理我，看着心里难受。小远这孩子真的很懂事了，有什么事儿都憋在自己心里不说，看得我心疼。小远，都几点了你还？
小远，小远，小远在外面吗？没在，这个点儿应该上学去了。这上什么学？这手机、书包，你看校服都没穿。那给老师打个电话吧。喂，郝老师吗？我是，您哪位？我是高远的爸爸。我看他书包没有带，我就想问一下，他在学校吗？哦，好，那我现在去班里先看一眼啊。好好，谢谢，麻烦你了。没事没事。高远来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看见。没见呀？他有跟你们谁请过假吗？没看见。没手机，没有啊。行，你们先自习吧。喂，郝老师。高远爸爸，他没来学校。您先别着急，您先回忆一下昨天他有没有什么异样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是不是可以去调一下物业的监控？啊。总之您先别紧张，说不定他一会儿就来学校了。我们保持联系。好好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没事没事。在学校。哎，你们看，是不是这个孩子？是是。哦，凌晨一点半，小孩就出门了。郝老师，小燕真的不见了。我们调了监控，上面显示她是一点多就出了门。您能不能帮忙问问同学们，看有谁知道她可能去什么地方？高远爸爸，您先别急，您再想想她有可能去什么其他地方。她如果来学校呢，我第一时间通知您。我也问问同学们，她有可能会去哪儿，咱们随时联系。好的好的，给您添麻烦了，谢谢。走，谢谢啊。哎，没事。谢谢。是想